Day 3 at Hong Kong. Three hours later. 感觉怎样？你们是这件是好东西，这件是好，这CD Super是个好地方，对。 完全不敢拿照相机出来拍照，让我开。想买，我该。哎呀，乌尼，我也是想要吃乌尼，乌尼要这样。我第一次吃的，你没有吃过？没有没有。第一次。 嗯，好好吃哦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特别买一条黄瓜。怎么你要咬啊？嗯。妈妈，你喜欢乌尼吗？可能你喜欢干嘛？它可以。把乌尼真的因人而异啊，喜欢的人会喜欢，不喜欢的人不喜欢。 没有，我要等你吃完，这样子可以拿着加东西，等一下我可以哭。你在拍？我在拍啊。你还不要拍了吗？嗯，拍了。很难的，姐姐的那个表情这样丰富，不拍很可惜。我拍他嘞。我在拍他嘞。怎么？我现在很丑是不是？没有眉毛而已吗？<笑> 这个哈，嗯，对，这个是妹妹了，嗯，啊，甜，这个比较甜，喜欢这个，肯定这个比较甜，不是说很饱吗？这个是这边的吗？是，用用成的，然后这个很饱嘞，这个怎么样？它的，因为它的这个蚝王很新鲜，你懂 CD Super 有那个魅力吗？当你第一个地方想来的就是这个地方。我们第一次还没有上飞机，我们要来这边。我们住在通报的时候，等下来这边再去机场。嗯，我们下来吃之后，我们才回家。那等一下要吃完再带你来吃。就等一下我们吃拍给他看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要吃这个，真的很好吃。 我不想等了，就这样。